当时给张高丽看病的说他那个山，说你会成为，因为你胸口有一个山啊，你将拥有江山，正国籍，最后拥有了彭帅，啊，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女性，无数个少女。张高丽玩了多少处女少女啊？都是七八岁、十来岁的孩子，那些人在哪儿呢？你觉得只有张高丽玩吗？战友们，你们没有看孟建柱玩三代的那视频，你看过你会崩溃的。你觉得孟建柱都是用他那个八块肌肉温柔的对待他的家人吗？对待他嫂子，对待他婆婆，对待他吗？孟建柱是另外一个把全中国的女人都当成锁链女了。